做一个彻底的告别，但现在还微微有余音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好，明天我们将走上各自的战场，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。
好了，我们是面孔。特殊的一种演出方式又出现了啊！但我相信这样的会越来越少。刚才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觉得，不知道现在哪个机位给我，所以我不知道哪边更好看一点。OK， 反正我觉得我们都会决定把这个线上演成线下的感觉，弥补我们心中的小小的遗憾。下面在家里边准备卡拉 OK 时间，幻觉。Show
谢谢。下面这首歌献给我这个又爱又恨的城市，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我曾经梦碎的地方。
Thank you.
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让我们和屏幕前面的你好点了没有？哎，感觉嗓子刚开，好久没演这种演出了，哈哈，再加六首。哎，聊两句家常啊，因为这个今天刚刚从长沙赶过来，来奔赴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演出。我发现下面还真有啊，这个已经足够了，这么比这人少的还演过。但是我们在网上有20万的人，
这个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20万的舞台下面20万的观众面前演出，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，实在不行做惩罚吧啊。忘掉苦难，忘记忧伤，爱心与我们同在，拥抱和平，拥抱欢乐，拥抱灿烂的未来。共同